编创这个家将街舞的时候啊，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将这个家将街舞做成动画式的。有这灵感的时候啊，不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跟人脉，好可以去做这个像师弟的家将街舞。想不到过了三年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有一天突然打来说，哎，他们要做一个，好是运用 4D View 的系统所录制而成的科技版的，好在科技上所诠释的一个家将街舞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因缘机会的巧合呢，我就将三年前一开始有这个家将街舞的灵感，好这一整个脚本设计的脚本提供给他们，那于是他们也非常的赞同。对，那最后呢就运用这个脚本，那一起去做这整个创作，于是就因为这样子去完成了这一次的 4D View 的家将街舞。准备到差不多了哦，我就为安尼这边安尼哦，淡薄紧张嘞，因为等下吼，去哩唔知跳做安怎，唔知是会用一下袂用一下。这妆甲这造型，安尼去哩吼，绝对是精彩。而且佫融入着这个新科技，真正唔知买来变做安怎。这个体验足难得。真的吗？生难忘。好，安尼希望。哇，迄作品讲，诶，即摆会当看诶哦。即摆会使先看拄只翕诶物件，放大过当看到阮诶门框框。哇，迄作品讲，诶，即摆会当看诶哦。咱即摆会使先看拄只翕诶物件，全部都可以看得到诶。嘿，因为360度全部拢会使看着。啊，老师，恁的气片，啊，恁的音量，完全拢在屏幕顶头，拢会在看到。放大过来看到阮的门框框。就像老师有讲过啊，对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精致。嘿，为头顶看嘛会使，为后边看嘛会使。而且，你看所有的团队啊，大家拢有每一个人的部门。嘿，一个人就是可能负责一项，然后有的可能负责里面啊。阮做一个团队哦，大家拢合作，合作了后，阮就会使保护咱的台湾的文化。嗯，这是阮上重要要做的代志。哇，老师，对啊，真正足赞的呢。因为因即马吼，透过这个方式吼，就是将咱这无形文化资产吼，用数位的方式吼，去做一个保存。过一百年后、两百年后、三百年后，诶，人拢赶快当看到咱即阵啊。在为这个传统文化，吼，在做的所有的物件。而且我看不是干那几个人来过，诶，我看迄后边迄片墙规个满满的呢，迄后边还是拢有来过的艺人朋友嘛。不只是艺人朋友，嘛是有运动员，嘛是有嘿拍歌戏的嘛有。等于是来这边做一个记录啊。嘿，来这做一个记录啊，因为这是英雄。上巅峰的时阵啊，所以讲啊，把这个形象保存下来啊，一百年后、两百年后拢会再看到。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讨论数位内容，还有可能像我们现在新的元宇宙的这种发展的趋势，所以其实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影视的制作，它有一种新的方法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制作方式，还有呈现新的内容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4D View 的这个技术。其实一开始引进那时候是文化部的时候，他们本来是想要比较做数位资产的保存，就是很像一些传统的文化的一些物件的记录。对，那但是转到文策院之后，我们就慢慢的开发比较多商业的用途，可能像 MV 啊，或是一些一些广告等等的，都会来我们这边使用。这一次跟这个家将这个合作，我们其实也都蛮开心的，因为在拍之前，其实我们团队也可能也不太晓得这个呈现的效果怎么样，那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这样做？对，但是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个热忱，然后也非常希望可以把我们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这种的想法，就大家一起来 try， 然后我觉得成果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很高兴。其实阿根老师也想法跟我是同款的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想要保留传统，又想要创新，甚至带给更多人知道这个传统技艺的想法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要做的代志，大家人拢足希望讲会当把家己的才艺，显露大家人知影，家己会晓的一把功夫，
会当去传承给愈侪年轻人继续的传承下去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旅程，和我感觉讲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就是安尼的人，我在做歌戏，我在做布袋，我不爱哄笑讲我只是一个戏班囡仔，然后我就把所有我会的东西带到舞台上去表演，甚至和愈侪人知影讲，凯阳不是会晓做戏，佮晓唱歌，原来歌戏会当甲歌做会融入，原来布袋戏会当演甲遮尼啊感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会当甲因做会有这个理念。结合让我吸收到非常大的经验，希望说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在地文化，当个传承给愈侪人知影。